你是名卧底，代号下山虎，你的下线偷了你的钱，你在保密局的梅花找到梅花集团的任务。喂，你就是卧底梅花，你还有一个同伴，代号下山虎。你们的接头暗号是，你需要唱一首歌词中带有城市名的歌曲，下山虎则回应一首歌词中带有城市名的歌曲。懂了，谢谢你王秘书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想去桂林啊，我想去桂林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。北京北京北京，小林被杀会怎样啊？要是你比我还笨。你说什么弟弟？就是你要是想在节目里想精一点嘛，你就不说话就能精一点，你相信我，行，我也一样，真的。从那个从啊他给仨人都看出来，觉得他如果是凶手的话，他不会这么明显的。大家从第一轮就一直在说他，我觉得不是。兄弟们，我为啥把你投出去？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，啊！我赢了！哎呦，天哪！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！哎，子涛哥，对不起，游戏没有办法。从今以后，只要在这个节目，我不会对你们有任何一句真话。但下一期肯定就不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改观，我对这个节目也有了新的改观。从今天开始。你们都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先导片就该开始了。你们都不要跟我说一句话，我现在自闭。以后，红雷哥，咱俩再见。别再见，下期再见。我为什么要跟他有一点瓜葛？他为什么可以把他的证据都甩给我？子涛，子涛，看在这个的面子上，子涛。因为黄子韬在先导片的时候针对我，针对的非常厉害，太难完成了，简直了。今天我要拿回这一仗，我得找个东西把子韬带歪，来拼一下吧，看看谁怕谁。三人一百年两，我这个是黄子韬的魔咒，真是。我一定要把这个闭环做成，这是我和黄子韬的接头暗号。你可以夸夸我吗？你长得太帅了。我现在把我拿到的几个情报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撕成一半分给他。这个苍蝇名单，一分为二。这个要是对上，这感情就沟通上了。我觉得我能破。啊？我觉得我能。皇帝引领王室吗？行，我相信了。哎呀，这个节目挺有意思呀、啊！我发现了，我上对了。我就觉得吴彤这个大头娃娃能弄出挺好玩的节目。终于，我今天释放了，我放飞了，我现在飞翔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成功，马上。哦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更相信红雷哥，他肯定不是卧底了。如果我不是，他肯定也不是。我可以排除红雷哥。你跟那英姐一直在撕咬着他，那你们俩肯定有问题。他挂袜子是想找一个平民，平民只有几个，你们绝对输了，你相信我。啊，我赢了。今天我和子涛，我们两个脑子必定有一个瓦特了。我希望是子涛瓦特了。